哇，你们是甘肃摊吗？人就这么多了。这是我目前为止见过第一家杭州老底子炸串的路边摊。Hello， 大家好，我是刚刚，今天在家里追《风吹半夏》，现在看到陈宇宙死了，真的看到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然后到现在晚饭都没有吃，今天过来找到路边摊，它的具体位置我是真的不太清楚，然后上网找各种联系方式也都没有，我们就过来碰碰运气好吧。哎，我发现前面有个人很多的，不知道是不是。对，就这家烧烤摊，用芝麻酱。哇，你们是甘肃摊吗？人就这么多了。豆杰，那这啥？这大牌吗？哦，这大牌应该不错。哎，里脊都必须要的。鸡皮看上去很不错，有没有什么必点的？鸡骨这个是吧？鸡锁骨是吧？就是鸡骨啊，就鸡骨啊。好，来一个。放哪儿排队啊？放这里排队吗？啊啊！哇，那是年糕吗？不是，那是豆腐。豆腐啊！我也要这个豆腐，看上去很好吃。这是我的啊！好啊！你在这吃是吧？要？对，我在这里吃。这就是芝麻粉吧？好了，可以了啊！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对，好，谢谢。哇哇，谢谢。这是我的专属小味，看看到底好不好吃。因为这个路边摊我是发现了很久，但是我今天下定决心过来找的，看上去还不错。还没有吃到那个芝麻酱的香味，这是茄片，它上面有很多芝麻酱。嗯，我已经慢慢 get 到它的点了。那芝麻酱真的很香，这炸豆茄，哇，巨脆，然后它又不油，我真的很怕炸豆茄一咬里面爆油，就是里面太多油了。这是炸大排，嗯，肉质很 Q。我听我杭州朋友说，他们以前小时候吃炸串，他们就是刷这种芝麻酱的。跟我们就吃过那个江曲水饺很像，花菜。我觉得他这家比一般炸串店都要香很多。他刷了这么多芝麻酱，能不香吗？哇！土豆片很好吃，嗯，很酥很酥，鸡皮，好香。啊，幸好有可乐，吃的会有一点点腻，但是我就觉得偶尔吃一下又不是每天吃，我觉得是 OK 的。嗯，也好吃。天气冷，在外面吃东西就是要与时间赛跑，一下子都冷了。这是我刚刚后面加的豆腐串，这个豆腐刚刚炸出来特别可爱，特别有食欲。嗯，就是千叶豆腐，也不错，也觉得好吃。这个是老板介绍的鸡骨。嗯，我觉得这个适合看球赛下酒，最后串年糕垫垫底压压嘴。嗯，外酥里嫩，我觉得这家路边摊的味道总体是还可以的，但是如果大家大老远跑过来吃，我觉得就没有那么的必要。好了，那我们就到这啦，小刚的话记得点赞、送大家关注咯，我们下周再见，拜拜，大家记得好吃饭哦。来萧山吃民间米其林面馆了。这是腰杆拌川，牛里脊拌川，这是我的大排面，然后狮子头。Hello， 大家好，我是刚刚今天和米拉还有我姐来萧山这边吃一家号称民间米其林的面馆，看看好不好吃。不知道要不要排队哦？之前说他们点个面都要排队排一个小时，人已经挺多的了。哇，这大排和狮子头看着都好有食欲啊！
哦，他是扫码下单，现在才11点钟，然后店里人几乎是坐满了。你是牛里脊拌串加油炸加王中丸，油炸要不要？要。我要吃大排拌串加狮子头，然后加油炸，再加一个荷包蛋。三碗没买只是也还行，我们点了很多东西吧。啊，太冷了，先喝点汤。是是腰杆拌穿，牛里脊拌穿。哦，对哦，还加了碗中碗火腿肠。这是我的大排面，然后狮子头。早饭都没吃，饿惨了，迫不及待地开张。嗯，好吃的。嗯。但对于那个杭州市区的面，杭州市区面会更细一点，它这个面粗一点的，这种碱面是吗？嗯。包含的应该是这样的，嗯，这个很好吃，你知道吗？猪肝吗？这个很好吃，已经很好吃了，嗯，好吃。这是谁这么厉害，把它烧的滚滚，是的。我吃下你的牛肉好不好？好，这个牛里脊很嫩，这牛里脊好吃吗？好吃。到时候给我点大排肉。好的。再加点醋啊。可以加点醋，可以加点醋，好吃的。加点。嗯。来大盘，嗯，酸味，酸味，来大盘，谢谢，嗯，很香，嗯，很软烂，很软烂了，这好吃，很硬，咬都咬不动，嗯，好吃啊，那为什么有些人说这家店一般般啊？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对啊，很好吃啊，可能是他们等太久了。那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真是等的都没胃口了，嗯。我想喝点汤，加的醋更开胃了。狮子头，谢谢。它味道跟大排就是一样的，也很香。经常在外面吃饭，有幽门螺杆菌。哦，你说起这个，我这里有个悠悠馆可以测幽门螺杆菌的，这真的很方便，可以居家自测，干净卫生，主要是能提前预防嘛。这打开，然后拿出来，它是一人一管的，非常好。他测这个非常方便，这么好啊？那给我一个，拿给你姐夫也测一下，他也经常在外面吃饭。啊，好啊，拿去啊。吃饱了，吃完了。哦，吃完了。我这个分量真的挺大的。嗯，是的。我这个都不下去。喝点酒吧。要喝点汤。打。你把那些哇，你底下都是料哎，看那牛肉确实很嫩。嗯。烧烧米其林，烧烧米其林，干嘛？这家店？他们说这家店是萧山民间版米其林。我就下线了。嗯，下线吗？我觉得他这家大牌不逊于无名氏的大牌面。要不是太远，可以经常来吃。好了，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啦。喜欢的话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啦。你们吃饭，拜拜，大家好好吃饭哦。嗯，好，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